我是温州人，在重庆安了家。我有一个妻子，她叫马小丽，不是超级玛丽的玛丽。她是个爱打麻将的姑娘。是个回头率超高的姑娘，是个爱吃辣的，是个善良仗义的姑娘。是个爱看书的姑娘。她叫马小丽，不是超级玛丽的玛丽，在我心里，她就是我的超级玛丽。唱着